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懂我在恋爱中的小幼稚，就是我比较可能爱捉弄我女朋友，就是比如说她在看书或者她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会拿一些别的东西去捉弄一下她，可能分散她注意力了，然后一次两次还好，有时候我自己也把握不好分寸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平时在跟你女朋友开玩笑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时候？因为有时候女生最讨厌的是正在熟睡的时候你突然给我这么一下子，我会很愤怒的。可能是熟睡我可能不会，但是如果起床的话，有时候我挺把握不好分寸的。我自己有时候醒得比较早，可能就把别人也催起来，就跟小孩子把大人催起来一样。就是宝宝醒的时候妈还没醒，他一定要把你弄醒。对，就是可以说是这样。一般在小学三年级以后就没有这个习惯了啊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就这个意思。